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大家早吼。咱这节课是这个南海的问题啦吼，南海诉讼的问题。捌听过这个诉讼无？诉讼打一个官司，这是布伦堡7月25日吼，报伊讲哈维斯特能源公司吼 ，Harvest 吼，被数十名的台湾人民提出这个诉讼，吼有一个这个诉讼吼，啊伫南中国海遮发现5亿桶的这个石油，甲7.5兆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啦，但部分地区是伫新南群岛专属经济海域，然后。啊，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属于本土台湾人民。啊，这些居民要求290万美金的赔偿。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该诉状中没有被列为被告。这布伦伯捌听过无？彭博社，捌听过？彭博社是。美国一间真大间的这个报社啦吼，伊敢像着讲台湾这个《经济日报》共款啦，《经济日报》伊是专业的报纸，伊的营业额伫咧2011年的营业额是76亿美金啦，啊，2012年是79亿美金啦，营业额是79亿美金哦，真大哦，70×30，2000几亿美金哦。哦，算真大间一间报社，伊又甲咱报这件案件，就是讲，这间公司去有这几十名的台湾人民去告啦，就是在座各位吼，伊代表咱去告。啊，伫对，因为这个部分的地区吼，是伫专属经济海域的。新南青岛，捌听过无？新南青岛，新南青岛，这个新南群岛，捌听过无？新南群岛吼，等下我来介绍啦。新南群岛，新南群岛是太平岛，捌听过？太平岛捌听过？太平岛即马有驻军，台湾中华民国驻军伫遐，海巡署的有无？捌听过？太平岛，吼啊，专属经济海域知无？专属经济海域是讲你的所在吼，200海里以内吼，200海里以内的。所在算你的，算我们的啦。沿海国200海里之内的地方，算你的专属嘛？听明白知？专属的属于你的啦，有排他性的权利啦。啊，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甲经济资源吼，是属于本土台湾人民的。假使讲孤山岛来讲啦，孤山岛为200海里吼，这200海里以内拢是属于孤山岛，属于台湾啦，就咱的就对啦。啊，那。这间公司吼，这间美国公司吼，伊去甲中国讲，吼啊，拍这个契约，讲要来这孤山岛遮开采石油啦，吼啊这啊真正有影来开采呢，真正有影啊，中国讲好啊，哦，这也毋是伊个，伊个讲好吼，啊好啊就去啊呢，啊就个定金收收的啊就，哎，伊这公司就来啊，啊来甲咱开采安尼，有问题无？恁兜的园啦，啊叫人，我给你搬白蜡安尼，会使无？袂使嘛，安尼就变作强，反正就是，侵占，反正就是不行嘛，违法侵权行为啦哈，侵权行为。嘿，美国人，这个美国公司啦哈，这个美国公司，你去看一下哈，美国公司被40位的台湾人民提出诉讼，哦，啊伫这个咱中国海峡发现了5亿桶的这个石油啦哈。啊，是伫咧经济新南青岛的经济海域内底，新南青岛是讲太平岛遐啦，诶，经济海域内底，啊，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甲经济资源属于本土台湾人民的嘛，所以咱这人就去要求290万的美金，吼、哦，啊，这个中国石油公司没有被列入被告，安尼大概也知影有这件代志啦吼，
布伦伯是真大件，伊个头家啥物人知无？纽约市的市长，毋是阿萨布鲁的，纽约市呢上大世界上大个即个都市的市长，即、這个布伦伯的头家，布伦伯。啊，这是西交岛啦，吼，西鸟岛啦，吼，专属经济海域自然资源的诉讼啦。好，这个孤山岛湾，我记一个孤山岛湾，伊是西鸟岛。好，啊，这啊，我是这个珍宝国际商务法律事务所的，这曾经理啦，吼，跟您报告这件代志。啊，这西鸟岛在倒位？唔知啦，吼。啊，主管是啥物件？主管机关是石油啦，天然气、加塑胶物件叫自然资源，石油啦，主要是石油啦吼。啊，上有权利通去美国过，啊，你上下就上去过嘛，对不？嘿，啦，台湾人吼，台湾去过，啊，法院有受理无？唔知啦吼，啊，诉讼进度安怎？唔知，啊，本案有啥物影响？吼，这拢是这。拄则，即个布伦伯即间，即个报道即内底有真侪问题啦吼，啊，我甲恁解说即个问题吼。啊，先讲即个本案的诉讼的要求啦吼，诉讼标的是啥物款？哦，即个万南北21油田的部分地区吼，以新南青岛专属经济海域吼，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跟经济资源属于被占领的本土台湾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嘛？就是讲，这个官司先咱去拍这个官司，理由是伫遮，因为咱台湾是被占领的所在，啊，被占领的这资源去予人，予中国甲美国拍官司，就是讲因一间美国这间石油公司跟这个中国这个海洋石油总公司订约要来开采安尼啦哈。啊，咱请求是啥物款？咱这居民请求就讲290万的赔偿金。啊，佫禁止开采加这个探勘啦吼，这是啥物对？好、哦，就是安尼。来看啊，西鸟岛伫倒位啊？西鸟岛伫遮啦，遮是台湾啦，啊，遮是越南啦，啊，遮是马来西亚，遮是菲律宾，吼、哦，啊，这菲律宾、新加坡伫遮，啊伫遮，啊，你看有无？西鸟岛打开的位置在这里啦吼，吼、哦，很远啊，很远啊。啊，甲台湾先有关系，即等下我来甲你讲吼。啊，咱遮有驻军啊，咱附近遮个太平岛大概伫遮啦，有驻军在这里。啊，看较清楚个啦吼。啊，这是讲这张，这个岛伫遮啦，遮一个红遮吼，遮一个岛啦。哦，啊，这是讲新南青岛个范围伫遮，这有坐标7个坐标。伊是1939年3月31日。美国驻日本大使吼通知国务院的报告，新南青岛吼是1939年吼3月31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通知国务院的报告伫遮，新南青岛确实伫遮，即红山即个是啊，红山看有无？吼，红山即个是讲新南青岛的范围，哦，这是就讲美国带伫咧即日本的大使吼，甲因回报给国务院的物件。啊，这个日本这个，啊，就是讲日本甲这个美国的大使讲嘛，啊，有这件代志，啊，你报转去安尼啦吼。啊，这个经济海域吼，就是讲以这个岛来划200海里吼，这个延伸有看到无？哦，这个延伸就是讲专属经济海域，就是新南青岛专属经济海域。好，啊，这嘛搁一个延伸，有看到无？这个是越南的专属经济海域，啊，这嘛搁一个延伸，有看无？这是马来西亚，这是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啊，这个延伸三个延伸也没有交集。恁个围看嘛呀吼，有重叠嘛吼，啊，画出中线，没得画出中线，等于讲这两个延伸，这两个延交集就这条就中线嘛，啊，这个延伸跟这个延伸。这条线就是中线嘛，对不？啊，过来就讲，这个坐标吼 ，A B C D E F G H I J 吼 ，A 这可能上细字啦吼。来讲，
我要看一张。一张较大张是啥吼？菲律宾都甲这个较离较远啦。好、哦，这个吼、哦、ABCDEFGHIJ， 好、哦，这个是油田啦、啊哦。油田是这個，对，来看哈、哦，油田是加啦，加。好、哦、ABCDEFGHIJ， 英语我煞不想要念哈。好、哦、，OK， 对，这里啦。啊，这条线哦，两个圆的这条线在这里啦。啊，跟这个交集的 X， 哎，这是 Z 的 Y 的哈、哦，交集在这个油田的位置。啊，这两条线哈、哦，就是 X 跟 Y 的交集的。好、哦、，X Y Z， 然后 X Y Z， 这是你们画三个圆圈哦。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 S Y Z 样的哈、哦？啊，这个。咱的所在就是这新南青岛，叫做新鸟岛，有看无？哎，新鸟岛吼，就讲这一个 B C D E X Y Z， 这属于新南青岛的，安尼知影无？哦，这个，哎对，就安尼啊。这个就是咱即卖拍的数上的工作，这个所在吼 ，B C D EX、Y、Z 是属于新南青岛的，啊，这是这个岛吼，这个岛是叫新南青岛看的字吧吼，啊，这叫日本领土，啊，这较早日本的啊，我讲看这吼，你看这个岛吼，这叫做南岭、阴，啊，这佛岭、阴岭、迷岭，这字安尼看无啥有啦吼，就讲。这个所在叫什么话？这两字不是叫越南，这两叫做化属印尼诶，化属印地支那，印诶，化属就是啥佛林啊，印度支那，这叫做佛林就是讲法兰西了哈，法兰西了哈，化属的领土啦，化属的印度支那。啊，这个叫做什么？菲律宾吼，较早唔是叫菲律宾，较早叫做美属，美属。啊，这叫啥？这台叫啥？东，这叫南岭东印度了。这是印尼啦，印尼较早唔是叫印尼，叫做南岭，就是荷兰所领的所在啦。吼、哦，荷兰南岭。哎，南岭。啊，这个叫啥？印岭，英国的啦，这叫做美国、英国、荷兰，啊叫做法国啦，啊这叫做日本啦，安尼知无？较早的这个岛是昭和16年的岛，昭和10年的岛啦，较早的岛啦，哦，较早的是这是大概就是1939年这样阵那的岛啦，大概这样阵的岛啦，这样阵就是讲安尼啦吼。啊，这图安尼大概知影啦吼。啊，过来，这种坐标，这每一个点都有坐标吼。啊，那么西洋岛嘛还无讲到，嗯，这个给我请，这个给我大字啦吼。A B C D E， 这有小可重叠啦 ，X Y Z， 然后就这样子啦吼。西洋岛里加啦，哎，过看一下。新南岛伫遮啦吼，啊，即就讲即山内底，即就叫新南群岛啦，吼、哦。啊，这是日治时期划入台湾高雄市的新南群岛的范围，哦，开始出现台湾啦，甲台湾主要关系吼、哦，是日本时代甲划入去高雄市的一个群岛，吼、哦，可以管啦，高雄市管的所在。啊，即有太平岛叫长岛啦吼，即嘛则有中华民国驻军伫遮。就是讲 RC 的驻军伫遮啦吼，啊，即嘛这个岛上个有上本来嘛是中华民国驻军伫遮啦，但是到尾啊就无去啊，吼，啊，你甲台湾主要关系啊啦吼，有看到啊吼，过来，这个岛吼，执行的啦，啊，再有一个跑道，无人机会走，
哦，啊，这顶头这上去的，我南去的，液晶盖的这个飞机跑道，啊，顶头有平安无？有平安啦，顶头有平安，哎、欸，这啦，这就是啦，岛上的液晶嘛，嗯，我南的军队伫遮，好、哦，安尼。知影，这西鸟岛大概知影啦吼。好、哦，啊，过来，啊，这当时开始占的，敢不知？本来不是日本的，怎么变越南的？反正足奇怪吼、哦。啊，本来日本的，啊，日本是加上导航。你个想吼，本来嘛不越南的，迄当阵是国号化南佛林嘛，法国所领嘛吼，法林的印度支那嘛。啊、有日本嘛，对不？啊、有美国嘛，啊、有英国要，啊那迄当阵敢有越南？没有啊，这没有越南啊，这越南是事后才跑出来的啊，对不？好、啊，这叫做占领啊，爱个张占领在无？好、啊，那个过看卖哈。好、啊，咱即马先来讲这个受伤吼，一滴一滴都有影啦，拍官司那无理由就免拍嘞吼，对吧？哈。根据美国能源资讯局2008年的报告，哈，南海石油蕴藏量多达2130亿桶，哎，这样是代表偌济在无？依布兰特原油近4.5年的四年半的价格是只有96块啦，哈。啊，南海石油产出价的，那价的哈，去乘以这个安尼哈，20.55兆美金啦，20.55兆美金啦。超过600兆的台币了，啊 ，ROC 一年的预算偌济？敢知？无两条呢？哎、欸，啊，20兆美金都要台湾的300年的预算。当然不会倒啊，好几国了，而且不包括天然气呢，天然气够啊济呢，压缩够啊济呢。啊？谁放弃了？你不敢放弃？哎，日本放弃什么款？日本伊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吼，伊讲伊放弃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嘛吼，伊讲放弃 full sovereignty， 完全的主权没有啊。马关条约是讲说大清帝国把这个 full sovereignty 吼交予大日本皇帝嘛吼。那日本皇帝，哎，这永远割让，一割让是完整的领土主权。你看英语 ，full sovereignty。啊，日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是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放弃这个先有权，放弃这个请求权，哎，放弃这个名气。有没有说放弃所有的？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啊，他只是放弃了权利。为什么放弃这些权利？你用占去嘛？战败被人家占领了，台湾去用占去嘛，对不？还有人在琉球嘛去用占去，不止安尼，连日本本土嘛去用占去，对不？麦克斯捌听过无？麦克斯一般命令、一号命令捌听过无？对啊，啊，就根据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命令去用占去嘛。啊，占去有什么权利哈？无咱过来看卖啦，佮继续这个本地哈。哦，叫一个消息讲，奥巴马说要重返亚洲了。2010年12月2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国，高调宣示重返亚洲的同时，还公开表示，缺乏自由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了。民主妨碍经济进步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挑战所有的中国模式啊！奥巴马出席首尔20G的。就是说要重返亚洲了，伊要重返亚洲要去倒位？你个想啦吼，亚洲吼，伊是在东南亚嘛吼，访问亚洲四国，就是在韩国家吼，讲话。美国要重返亚洲要去倒位？啊，韩伊即卖有对韩国无？有驻军无？有啦，那也无。有啦，有驻军啦。南北韩驻军呢？有美国驻军，哎，系啊，美国有伫日本驻军无？有啊，
啊，美国有甲菲律宾有这个防疫安全的合约无？有。啊，美国甲这个越南啊，甲这个澳大利亚啦，甲新加坡有无？啊，甲台湾有无？有吗？没有嘛。我查，好像看一看，只有台湾没有而已呢。被重返亚洲，好像只有台湾他没有来而已呢。哎呀，啊这重返亚洲被都一样，被台湾那不被都一样。嘿，对。对啊，已经伫，你甲看，韩国、日本，咱来看这个图啦吼。日本有伊个驻军，韩国嘛有，啊，即菲律宾嘛有伊个嘛有，啊，越南即伊嘛咧讲即个嘛有即个问题啦吼，因为去了，是啊无驻军，但是有联盟嘛吼，啊，即个马来西亚、新加坡拢有，啊，即下骹即嘛拢有，个国村大无什么关系尔嘛，对不？还没有进来嘛，啊，你要冲啊，还是要冲啊去倒位？你看看，敢冲往中国？无可能嘛！你冲往亚洲就是冲往台湾尔，无要冲。哎呀！啊？哎，甲你分析一下，就是讲，迄道理个道，世界道理个拍开看嘛，伊要去冲往倒位啊？台湾尔嘛，无啊！台湾包括倒位，知无？包括新南青岛，你看者吼。这个岛吼，这是属于日本的嘛？啊，战败去占去嘛？有没有包括这些地方？有啦吼，还是日本的所在，啊，日本去上战败，上拍败，美国嘛，美国嘛，啊，美国今嘛被重返台湾，就是包括这个高雄市嘛，有关系哦，对当然大有关系啊咯。啊，咱这个案例吼。我记一个啦吼，这个案例吼，伊讲假设啦吼，某甲，你要个一百万，把这个白宫卖掉了呢吼，你讲要用一百万把白宫卖掉，啊某乙说好，我跟你买了白宫，一百万呢，小小个呢，我来买安尼，安尼会使未？为啥未使？嗯，啊，咱若讲好就好啊，啊？咱若讲好就好啊，咱甲北京卖掉，敢袂使？一百块。好啊。会使。无啦，你要卖过，你会使袂？卖一辆可不可以？不可以啊。无你唔看人要甲你卖无？哦对啊，那有一个空要甲你卖，敢袂使？啊对啊对啊对啊，是毋是会使？啊？爱辉尔铁塔，那个法国巴黎铁塔叫我们卖三遍。会使买无？会啊！啊是有人要甲你买无？安尼尔，对不？看我甲你空个要来买无？好，阿亮，甲讲好安尼点交，好哩。啊，乙讲好安尼，我叫拍手来去开白宫个要白宫个门安尼。阿亮想吼，啊安尼有人去用掠去未？上去用掠去知无？唔是买人啦，开锁人去用掠去未？伊这个伊开去叫人去开锁，要去入去遐，袂去用掠去。会哦，会去用掠去哦。啊，食徛伫食徛伫远远的所在，食敢去用掠去？袂啊，是毋是呢？啊，所以被告啥物人？伊哦，靠，被告是伊嘛，对不？啊，这会当告啥物人？好，咱这个案子讲做，这个油田哦，新南青岛油田哦，去哦。中国吼，伊一百万卖给这个美国这间公司啦。啊，美国啊交这个、中国讲好安尼，我交予你啊吼。啊，美国来去请一台船啊吼，船啊要去遐探勘安尼啦，开采安尼啦。安尼上去用掠去，当然是美国去用掠，美国这间石油公司去用掠去嘛，对不？啊，叫上掠，叫国会掠去嘛。啊，国会去遐告啊。你爱看你讲啊，对不？啊，就这个案件呢，还有小可清楚无？
清楚啊、哦？进度哈、哦，那个讲者，咱这个素材讲者哈，伊当时甲买啊，1992年5月7日啦，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啊，哈特公司的，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伫北京啊签这个万南北21石油开发合同，用这个万南北21开发合同甲卖掉啦，知无？哦，这是时间、地点，当事人啊，合约拢有讲啊，吼、哦，有这件代志。哎，当时去开锁，你知无？1993年4月13日，吼、哦，美国这克里斯通公司啊，租一台船哦，探勘船哦，开始在河童区进行探勘作业。哇、哦，有哦，伊这是拍哦，根本袂白讲啦，吼、哦。啊，这个93年。真正请这个锁匠要开锁了，安尼叫人抓去未？哎吼，这个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啊，甲这个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能源公司唔是政府哦，这是公司对公司哦。对，走美国，啊，美国来去请一台探勘船呐、啊，哦，这时间拢有吼、哦，1993年4月13日，啊这。1992年5月8日呢，吼、哦，这事实就是安尼，哎，甲即卖有理解无？吼、哦，有问题欢迎随时提问哈、哦。啊，诉讼的成败了哈、哦，咱来问一下哈、哦，这个被告美商石油公司啊赢，伊来赢了哈、哦，代表什么法律在无？第一个，确认是毋是确认中国对南沙群岛有主权？无啊，伊若赢的话啊，哦，伊就这个卖白宫就是合法啦，卖白宫就合法。伊若讲伊赢，这搞咱个搞输，啊，表示讲做伊赢，就讲这白宫是合法呀，安尼讲合法，安尼讲会使。哦，啊，我来讲，对，赢就是安尼啦，吼、哦。确认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商克里斯通公司这个企业合法嘛，对不？合法嘛，啊，你。美商克里斯通那间公司继续缴权利金嘛？哦，啊，叶兰同意判决并撤金嘛？啊，难道啊，叶兰对吧？还有军队底下嘛？啊，叶兰会不会同意？不会啊。叶兰不会同意啊！啊，美国重返亚洲，落空。啊，美国政府签书嘛？对吧？对吧？这美商如果胜诉的话，美国政府会签书呢？啊、你甲分析起来是毋是呢？美商，你说石油公司赢啦吼，啊，确认这个合约合法吧，啊，中国有主权嘛，啊，那这是咪照客户行，啊，继续交这个权利金，啊，无，唔是讲，这越南这么占地啊，咱拄啊兼讲一条吼，这个吼，伊探勘的时阵吼，结果去予16号去予这个越南哦赶走，去予越南抓去啦。叫越南掠去，要驻军嘛？他有武力去，被他赶走了，哦，抓走了。哦，所以讲越南没同意呗。嗯，啊，你也无跟我讲啊，你权利金的不是交给我，干嘛同意呢？对不？啊，美国从往亚洲落空嘛，签书嘛，对不？美国政府专书呢？无立场啊！啊，你有法律工作，这人是中国个啊，你变哪从往了做，对不？过来，啊，那原告赢嘞？原告就讲，咱遐台湾人去告啊，那告就讲爱赔原告嘛吼，290万嘛，对不？啊，确认美国是台湾含西南群岛的主要占领全国，看这条，因为咱讲迄是日本去用占领的所在嘛。咱之前有讲嘛，因是属于日本高雄市的嘛，日本台湾高雄市的嘛，啊叫人占领去嘛，哦，所以啊，过来讲，确认美国对台湾有这个占领的防卫义务，美国对台湾，因为伊是占领国嘛，啊，都占领的义务嘛，对不？哎，啊，这符合吼、哦，
台湾关系法二条三条二，台湾关系法第三条第二项内底有一个美国军事当局，美国军事当局啊，再有一个二三条，美国是主要占领国，啊，再有美国军事当局，啊，那安尼伊来占台湾的时阵吼，咱这件案拍拍台湾无去未？美国报纸咧报呢，啊，拍赢的时阵报纸会报未？啊，大大报啊，咯，甲小报尔，大爸爸嘛吼。啊，报落去了后，讲美国是占领国，啊，美国要不要来履行占领义务啊？其实较重要是讲这个石油公司吼，拿输爱赔咱嘛，啊，伊若要搁伫遮开采的时阵，爱经过啥个同意？咱个同意嘛吼。啊，敢寡一间尔，啊，其他那边啦，嘛是爱来对无？好对无？啊，无那无那边啦。那无来，咱就去遐告啊嘛！因咱即件若告赢的时阵，你后你边仔公司唔来甲我讲，唔来甲我讲，我就甲你告啊！伊即马甲菲律宾的、甲越南的、甲马来西亚的，那伫咱的所在爱来甲咱结算一下吼、哦。美国石油公司过来，报纸伫骂啊！美军来无？好、哦，你看官司拍落去啊，讲美国。判决了，说美国你这个地方是你的占领地，啊，石油公司爱来跟咱拍油嘛吼，啊，报纸在骂啊嘛，报纸在讲啊，啊，美国敢会当去，军方敢会去点点站伫遐，袂使吼，对啊，阿强啊，哦阿强啊吼，阿强啊，咱就爱，这个卖白宫的是谁？阿强啊嘛吼，啊，这个比格你拍官司的这个过程哦。伊会叫中国来证明无？证明讲这白宫是你的未？无、啊，伊伫拍官司的这个过程啦吼，这间公司会讲我，互你挂你，这我是甲你买的呢，啊，你来证明讲说这里有所有权啊，是不是？啊，叫我拿来证明，伊敢有来证明？你都来参加诉讼啊嘛，你都来证明，要互你证明，你都无得证明嘛，啊，你不过抗议什么话？啊、武力强，啊，美国不是更强吗？不会啊，老美，你刚才不是看到那个图吗？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有他的地方，都有他的军队啊。啊，马来西亚嘛有啊，啊，这里反正就是到处有啊，地区舰队弄底下谁来谁去啊？老美不会太远的，老美很近的，最离他最近的是老美，好、啊，廖兄。啊，那你个想有啥物好处？除了讲迄个诉讼，讲伊爱赔咱了后，啊，美军也真正来占台湾，有啥物好处？你知无？啊，干吗个国防？免。啊，国防一年通省偌济？知无？三千亿啦。台湾较低啦吼，好像省三千亿对无？啊，老人年金搞有啥问题？不止老人年金嘞，连学生啊读册嘛无问题嘞。对不？啊，你过来报一条、写条啊，哈，嘛未写条。美国一年付我冲绳的金租，迄、那个租金偌济，你知无？一千条的日币。啊，你若来台湾的时阵，租金，伊爱付钱呢？啊，这嘛有一条钱呢？哦，啊，就挂这两条，就咱就。这卖讲老人年金呐、啊，连少年仔读册都不用钱，大学生读书不用钱呐、啊，研究生嘛变，佮上哩，够可怜哦，够能上个物件吼。安尼三款，这件官司三款，已经伫办吼，这已经伫拍，这唔是咱讲，这是不论不讲的，确实有这件代志。咱来回顾一下了吼，检讨一下，西鸟岛是啥个所在的？西鸟岛。中国讲做南威岛啦吼，啊越南叫长岛啦，啊西鸟岛是啥名？日本名，啊日本名。啊，再有一个物件就讲占领不予转主权啦，占领不予转主权有听过无？有吼，这件这都爱听过吼。啊，主权的内容是啥物好甘知？主权的内容什么知道吗？有一个主权吼，叫主权嘛哈。还有包括主权的权利和主权的义务，
对吧？权利甲义务嘛。啊，权利是包括什么款？立法、行政、司法嘛。啊，然后诶，把今天迄款的伫内底，啊，佮义务什么？防卫权跟自卫权。但是哦，占领军哦，伊会抢权利，伊敢会抢义务？抢人的权利，日本是放弃权利嘛？伊敢有放弃义务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伊是放弃这个权利。占领讲占领要抢的人，占领军人要抢物件，伊敢会抢权利？伊抢权利要会哦会哦，爱会抢义务未？不会嘛，不会抢义务嘛，这个义务他不会抢嘛。但是伊抢到这个权利的时阵，伊会保护伊的权利未？所以伊就因为有权利，所以有义务。安尼知无？啊，伊唔是抢这个，他不是抢权，他不是抢义务，他是抢这个权利。因为有权利，爱被保护伊的权利，所以有一个义务。哦，啊，甲这个义务，甲主权的义务是无共的哦。啊，古今沙和平条第三条又讲，美国有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利了。啊，比加拿大有什么权利？剩余主权呐、啊。剩余主权就是自卫权呐、啊，哎，防卫权大概就是这个物件，安尼有理解了哈。啊，这台省是日本的咧吼，安尼走去今麦那有越南，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1946年12月哈，阿尔西政府派遣美元的海军军舰哈，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负责接收占领日本完成宣战的南海诸岛。1945年战败嘛，1946年，伊才去啊占领这个岛，占领这个新南群岛，啊是美国的军舰个支援，伊才落去占领，安尼知无？啊，73年到74年期间吼，这南越的军队吼派兵，拍倒去，啊去有这个。占去，啊！伊个改名叫做南威岛。啊，这个75年的时候，南越政权崩溃，北越军队登陆，接受南越军队的投降。到现在，拄好遐军队是北越啊，南越。北越吼，啊，什么叫做越南呐、啊、吼？啊，这你看，大清日本的，啊，叫这个中华民国占去，啊，叫这个南越占走了，啊，叫这个北越占了。啊，这敢是北越越南的？是吗？占领问题是占领有没有取得被占领地的主权？没有嘛吼？还是上诶？怎么在上诶？你也想吼？对，然后哦对对，跳跳跳，日本的嘛吼？中华民国有取得主权无？没有嘛？南越有没有取得主权？没有。北越有没有取得主权？没有吼？啊，所以在上诶？日本台湾的嘛？日本台湾的嘛，吼，对不？合理吼。这个占领不移转主权是恁讲的还是安那？美军跟你讲的吼。美国陆军战场手册吼，第六章占领，涉及战争事务啦。军属占领给予入侵军队在占领期间执行控制领地的权利啦，哈。但这不移转主权到占领者手中，只是赋予此当局执行某些权利啊，某些主权的权利。那多少个主权权利怎么办？立法、行政、司法嘛，啊对不？一起取得这个东西，他有没有取得主权？没有嘛。这占领不移转主权，不是变成你家己啊操盘、操赌员的，这是有国际化的根据在遮。啊，美国陆军所册内底有规定，啊这。358点呐、啊、哈，这不是消耗性，这是这个章节里面的规定，好、哦。啊，这个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有关陆战的法规跟习惯哈、哦，这里哈，伊嘛讲哈，敌意的地区的军事当局的哈、哦，家族荣誉、权利和人员、生命、私有财产、宗教信仰必须给尊重，怎么样？爱遵守这个
1907年就有啊呢。这毋是新的物件，这是真久的物件。就甲你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毋是讲最近的代，这真早就有啊。哦，啊，越南有将西鸟岛编入他的领海基点吗？越南军事占领西鸟岛中，他占领有讲这伊的无？有无？他不是跟中国说这个是我的，我的吗？啊，有没有？有啦。有啦，伊无讲派兵伫遐占，伊无甲中国伫遐讲这我的我的，中国讲伊的，伊讲伊的啊，小济嘛，对不？但是伊法律呢，迄是政治面嘛，那政治面嘛。啊，伊，咱话讲，伊有甲临海基线改划入去无？咱第一张的图吼，互恁看，就是前面的图吼。这个图吼，这个人这个，过来，这是越南的坐标啦吼。越南坐标较清楚一点啦，啊，这 A 六 A 二三四啦吼，这是越南上近的这点，伊有甲这点甲画入去无？伊只有军队哦，即卖军队是伫遮哦，还有甲画入去无？法律上没有哦。法律上他是很清楚，但是伊政治上口水战的时阵是讲甲，吼、哦，这个就两面的策略了哈、哦，有这种问题哈、哦。越南的临海基线有没有包括西鸟岛？没有哈，哎，伊个人是根据他的来讲，那你拍官司的时阵哈，有确定这件问题没有啦？虽然军队在这里，但是他很清楚这不是他的领土，所以他没有把临海基线划入去加。伊那划入去加吼，伊都要报联合国，吼、哦、报联合国，美国就来甲你确认啦，吼、哦。所以伊无甲划入去。虽然讲伊有驻军伫加，啊你伫加替美国管理嘛，甲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袂当讲甲法律上甲划入去呢，划入去安尼大条呢？哎，对。伊会当只管理，但是袂当，这不行的吼。答案是没有了吼。占领不以主权，在美国陆军总署战争法里底有啦。国际红十字会出一本册叫做《对外国领土的占领及其他刑事管辖的报告》，根据吼占领法哈，占领方并没有获得对被占领领土的主权，所以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不是凊彩讲讲，这是国际承认的原则，国际上承认的原则。其实，伫咱私人的哈吼，甲讲恁是住伫南部啦，啊，恁有人起来台北遮拍拼，啊，南部的田啊，早起有无起来的人，会兄弟姊妹去占去做安尼吼，啊，占久敢会变野？那无过雨的时阵，敢会变野？嘛是同款嘛，同款。虽然讲你出国嘛是同款你的嘛。除非讲你有家己讲过户，啊，日本敢有家己过户有啥物人？无啊，所以，啊，对啊。讲我再要跳舞了哈，咱举两个例子了哈。奥巴马促使这个以色列要退回1967年的边界。美国跟以色列是什么关系？美国跟以色列什么关系？铁打的兄弟嘛，你讲比钢打的兄弟一样，钢铁关系啊，关系好无？为着以色列伊安尼西亚呢，阿拉伯是跟阿拉伯是为敌啊呢，但是伊讲什么话？伊讲美国总统19日公布在中东政策演说中哦，说出美国从未讲明的心声啊。公开支持巴勒斯坦未来根据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前存在的独立的那个疆界独立建国，有无？美国安尼有讲出心内话嘛？你1967年你因为六日战争给人占的所在，爱行人无？爱兄弟嘛是爱讲清楚啊，对不？兄弟。这就是兄弟嘛，还是中国？啊，当然这是几年的代志。奥巴马这是2011年5月21号嘛，哈。
啊，这嘛是2011年1月13日这个话咋？中国证实依照国际法条文全面解决两国领土争议。这上面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嘛，洪磊，今麦发言人。啊，这大机构，还有哈，塔吉克占领超过100年，这边超过100年。目前还不清楚究竟多少人会从这块领土撤退的哈。洪磊在记者会上说，证实中国跟塔吉克之间签署一个未定疆界的划界协议的，解决两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领土争议。100年前中国在哪里？100多年前，现在民国才100几年嘛，100多年前，那当时连中华民国都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那个时候只有清朝，啊，清朝的土地被塔吉克占领。塔吉克是什么人？捌听过无？塔吉克较早叫做苏联呐，叫苏联占去嘛。啊，即卖叫塔吉克嘛。啊，中国即卖叫做 PRC 嘛，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啊，因较早祖先共占的所在，爱恨人无？嘛是爱恨人，占领不依转祖先，嘛是爱恨人。伊讲。塔吉克国会22号投票，同意放弃一块在帕米尔高原上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土地将所有权让给中国，啊，还给他啦，约1000平方公里，但是目前不清楚究竟多少人从这块领土撤退啊？不不，占领不依转主权，你知？中国知不？中国知不知道？知道哈。伊嘛讲啊，伊嘛讲，这伊就讲啊，哦，对不？占领不能移转主权，他也知道啊。啊，不是说你知道而已啊，也不是说我们知道而已啊。世界拢知，哦。哎，对，哦。啊，这个先占哈，咱就讲占领，啊，这先占。咱都有一个所在讲到先占，你要注意看无？接收占领日本已完成先占的，咱来主导。叫一个先占是啥物人？日本嘛，哈、哦。先占是啥物件？无主地造先占的问题。啊，有人的所在叫什么？先占，叫做占领。啊、哦，有人的地方叫做占领，没有人的地方叫做先占。啊、哦，对不？难道讲过占领的话，就占领的话没有获得对方的领土主权？啊，这个先占是会取得主权哦，因为没人的嘛，啊，我占了我的嘛，对不？谁可以去先占？先占嘛是有条件的哦，渔民啊吼，出去外海抓鱼吼，啊，拄着风雨的时阵，一时啊惊无得转来到台湾，会伫海岛啊避一下雨嘛吼。对不？啊，秘固，感觉这岛安尼有灵性吼，去一间土地公庙底下，啊，就当年的风台拢加秘吼，啊，现在秘固会变野未？伊怎么样？会啊？唔是啦，你要想一个问题啊，这先占吼，这叫做历史主权呐、啊，还有一个叫做法律主权呢，什么叫法律主权？好，讲了哈，这个国际法前推哈，协助奥本海姆公无主地的先占两个要件，除了先占以外哈，还有一个，你要取得主权的意识的能力呢。你狗啊占这张树啊，这树耳变狗啊的吗？一只猴子啦，去占了这个岛，这个岛就变成猴子的岛吗？会不会？啊，这个岛被移民去占了，会变移民的吗？会啊。哎，刚好取得主权的意识的能力。没有，他不是政府，他怎么会取得主权？政府才有啊，政府代表者的主权嘛，主权的代表者。啊，你移民去，移民去，那都无跟你搞，跟你搞同款啦。你知道吧？
他没有人格啦，伊无国际化的人格啦，伊有自然化的人格，个人的人格，但是没有国际化上面的人格啦。安尼有知无？啊，过来，屋主地国际化规定呢，一个政府想要获得这样的土地哈，要讲清楚啦。啊，宣布，啊个世界宣布讲，这个岛无人岛，我怎么我占的？我要爱安尼，爱讲个清楚，安尼再会使啦。不，越南那是别人的物件，一个人占呢，那不是无主地呢。伊家这个中华民国军队赶走嘛，啊，他也把南烈赶走嘛，南烈也投降他嘛，这个都是本来就有人的东西嘛，哎，本来是日本的嘛，哎，所以这个日本有完成这个宣战嘛，啊，那有没有我们检讨一下？哎，那来看，哎，检讨一下到底有没有？怕打官司要讲证据呢。你讲你宣战，我讲伊敢咪知影只？你爱证据要看呢？因私人啊没有取得主权意识的能力，比如讲移民伫海岛赞助盖土地公庙，啊，这会取得主权未？啊，日本人吼，伫1911年哦，伫西沙群岛开采鸟粪，这个会不会取得主权？这个。这赶快嘛，这种私人的行为嘛，不行啦，因为私人没有取得主权的意识能力，没有办法完成宣战。啊，但是有一个叫做历史主权啊，那样哈。啊，1919年6月10日哈，拉萨岛磷矿株式会社哈，向东京地方裁判所登记采矿权，这是西南群岛首次被纳入行政管辖，而且由日本政府发出采矿许可。啊，这安尼会有主权无？这个可能会有哦。日本的政府介入了嘛，花采矿许可钱嘛，你也当去嘛，这就是日本的。啊，就讲伊安尼表示这么有甲大家讲无？哎，有没有意义不知道啦哈。就讲伊有个花出采矿许可嘛哈，就讲有政府的行为在内底。啊，过来，这法国，伊当主要边有法国嘛？法国是1874年哦，交趾支那哈，是安南割给这个法国的领土啦。当时割让的时候，没有包括西鸟岛。对，讲这个西鸟岛不是属于串越南的所在啦。啊，过来1925年3月23日，法国驻交趾支那总督决定了，没有公开啦，将西鸟岛置于交趾支那巴地省管辖啦。法国没有公开了，哦，啊，但是完了，第几本以后啦，无讲头头讲的意思啦，头头讲的无算啊，吼，你不离看，哎，啊，第几本海军在1929年哦，派了一艘这个运输舰“胶州号”哈，前往新南群岛测量。啊，1929年这个4月哦，日本伫咧新南群岛树立了石牌，取代1917年的墓碑。啊，所以日本的1917年就底下宣告说建立牌子嘛，甲大家讲啊，啊你若老过你就知影讲啊，这我的。1917年就开始底下开采啊，因日本人是1911年就有开采嘛，突然吼，但是伊有甲这个，我一只无，这个较细致啦吼，山内这个斋藤英吉什么铃木圭二。向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陈请新南群岛并入日本领土。伊日本人去遐开采，啊，伊感觉诶开采有物件嘛，伊要求政府补助，日本人较巧，要求日本政府来甲并入领土安尼。哦，这个原因是安尼啦吼。啊，1929年4月，蛮也是在那个时候了吼。就发生经济不景气嘛，啊，停止采矿嘛，啊，才导致就1933年吼，法国诶大使吼宣告要宣战新南群岛。你日本政府已经去遐徛牌啊，吼，啊，因为经济不景气嘛，才这个鸟粪没什么钱嘛，啊，就撤退，啊，就无人，啊，法国就来遮趁机而入。说要占领这个地方，啊，日本
就甲抗议啊嘛吼，对法国提出抗议啊吼，8月15号，他7月24号，他是8月15号，差9天了哈。自从大正7年1918年以来哈，在新南青岛的开采磷矿，日本政府给予协助。日本在新南青岛已经进行管理开发多年了，新南青岛并非无主地。哦，是不是？1933年新南青岛是无主地吗？不是嘛，对不对？不是无主地，所以给他控一下呢。好，啊，这1939年的时候，3月31号，日本政府将新南青岛并入为这个事情通知法国大使。然后该日日本外务省声明，新南青岛唯一长期无主地哈，啊，日本人从1917年都啊卡白一干哈，哎，都开始在该青岛进行行政管辖，为避免法国在该期间造成无谓的争议，然后决定将新南青岛并入台湾总督府管辖。哦，跟台湾有关系，哦，只有通知世界。以这个台湾有关系有通知世界，不止通知这个法国哈，这是讲通知法国嘛，够有哦。而且美国大使召集这个大使馆召集会议，传达了新南青岛的信息。这1933刚刚嘛，刚一刚又跟法国讲，伊嘛跟美国讲，通知世界就对了。啊，这个华盛顿，这个美国的远东主任的备忘录了哈。伊讲，日本大使馆参事西摩代表大使和在他的政府的指示之下，以召集会议哈，传达了新南青岛的切实信息。西摩先生随即交给我这一份描述新南青岛的位置，阿嘎日本政府有关该青岛的主张，法国政府有关该青岛的采取的行动，以及1939年3月30号之前哈。日本政府将新南青岛并入福尔摩沙总督府司法管辖权下的领土的伴随报告。哦，又跟世界讲哦，这个所在是并入高雄市哦。哦，充分表示宣战新南青岛意图嘛。这拢有证据哈，这是美国跟法国的资料了哈。还讲换了一下。北纬12度、9度半、8度、7度、9度、12度，对加。另外嘞，新南青岛有一个框框那块，坐标就在加，哦。坐落在美国大使给国务院的哈、哦，美国国务院的，日本大使给美国国务院的，坐落在划属印度支那、菲律宾巴望岛之间的南中国海的新南青岛，坐标如下。不，安尼。清楚了哈，这个历史咱稍微了解了哈。啊，这个但是哦，按阿伟说嘞，这个华盛顿哈，国务卿呐、啊，国务卿呐、啊，华盛顿这1939年5月17号，有答复这里哈，致日本大使哈，在其中日本政府迄今并无实行能被适当地视为建立主权主张的基础，有任何国际上的有效性？为什么？就讲有一件代志，你多少你要注意。这个，伊讲伊你这基础也无够，你讲这战略也无够，为什么？1929年时经济不景气，你就撤退了嘛，啊去法国占去嘛，所以讲你安尼，你这家建设还不够，不够切实。不够明确，所以阿哥出啊争议的，所以日本就开始安那，美国跟安尼讲，伊就开始6月26号派三个警察去，去遐管理，派这个啊1944年阿哥警察交接啦，啊这路警察底下长期驻守，哦对吧？交替啊，阿哥区长、区长，哎，他设置观测所，啊电力设施。一夜设施，安尼会不会因为有这些设备了后，会因为讲经济不景气，然后无人无，无人伫咧嘛吼，所以这美国讲了，伊就赶快安尼在，还符合条件，应该做起来安尼，基础要拍好在嘛，啊无你这经济不景气，那无半个人，安尼袂使嘛吼，对不？啊，即摆安尼做好啊，
安尼有完成宣战无？有。好，这吼、哦，日本人存在吼、哦，这是日本击败国际和尚现在要件啦。这上讲完，上讲来看卖吼、哦。日本人存在1917年勘测西沙、南沙群岛等无人岛，一共无人岛。1939年日军占领该地，同年3月30号，日本内阁外甲16号、116号决议编入台湾高雄州高雄市管辖。日本此等措施可谓已具备国际法上的宣战的条件。第三个，不是哦，这叫做 ROC 行政院研讨会南海历史性随意法律地位研究哦，这是 ROC 跟你讲的哦，哦，这不是本讲的，这是 ROC 讲的。中华民国中国讲的啦，刚刚讲的中国讲，中国讲日本已经完成宣战了，对不？系啊，我是对日本讲，啊，这是研讨会呢，不是清清菜菜，是研究会呢，研究考察这个委员会哈，以这个第400，以这个研究400控制啊，在34页到35页当中，反正上网查拢有。哦，这个物件，看有公债位无？有，绝对有。而且无主地宣战有什么效力？你知无？国际法这个学者讲吼，对于尚未为人占领之物吼，人人有平等的权利，除因死于最先战者了哈。因此，当一个国家找到一块无主地哈，即可合法占有，并且充分表示此种意图之后，就不受别国的剥夺。你若甲大家讲，啊，你有甲大家讲安尼吼，你就不受剥夺，就确认有宣战的权利。啊，日本有甲大家讲无？有吼，还有确认无？有啊吼。啊，所以别人来要来遮要开采石油，爱经过啥个东西？对啊，安尼知影啦吼。啊，这个古今三合文条吼，二条 B 跟 F 啊，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南沙、西沙群岛的所有权利、名气请求权，对吧？这单一直讲。Japan's 哈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哈，先内国要求日本放弃 claim 哈，先有主权，啊，叫做 claim 有无 ？CLAIM claim 先有，啊，对吧？美国讲啊呐。没有适当地视为建立主张主权啊，主权主张的基础。这个主张是啥 ？claim， 没有建立先有主权的基础了。啊，即摆伊讲要求伊放弃这个主权的先有权。安尼有承认日本有完成这个基础无？有吼。啊无就放弃要创，你都无权利，你不用放弃啊。否则日本只有前那个可控控制。啊，美国嘛无法取得台湾和新南群岛的占领权。日本假设没有取得台湾和新南群岛的主权的话，安尼，对啊，无必要要求他放弃嘛。啊，美国嘛无法取得和新南群岛的占领权，美国要重返亚洲也不可能，因为叫中华民国占领去啊。美国取得福尔摩沙的权利了哈，这个《旧金和平条约》哈，读完这个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claim， 伊有讲放弃有啥物人无？敢无？你来想看卖啊？伊若无讲放弃有啥物人，安尼造成啥物代志知无？大家抢，你跳，没错。若日本不以任何国家的利益而放弃的话，会造成国际混乱，大家先讲先呀。因此，这国务卿顾问杜拉斯怎样了哈？对，起草这个和平条约，这里美国这里国务卿顾问了哈，主张就让和平条约23条 A， 美国以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取得福尔摩沙的权利。他放弃有没有对象？有，表面上看是没有，实际上是有，23条有，第二条。这个第二条跟23条搭配来看，这看是肯定无啦吼，
日本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不公什么人啊？等一下搭配这条二三条 A， 你就看得出来有一个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啊，美国主要占领全国的内容什么法？刚才，咱都要讲嘛，主权有什么法？咱都要讲这个主权的权利包括什么法？对，包括什么东西？行政、司法、立法嘛，哦，对不？一，权力托管的权力就是这啦。啊，军队啊，就立法权嘛。减一条。这里吼，托管伫咧啊，咱等下会讲着，托管就是内容，就是怎啊讲的，主权那个。行政、立法、司法，那个权力就是托管。哎，大家拢清楚了哈。本案的事实哈，这段讲过啊，就讲，伊开采当天就被五艘武装船把他赶走了。要歇睏者无？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我们下课十分钟哈。各位好，安家起立。行嘞，下课休息啊。好，休困十分钟。